可以吧？觐见国君，都不知道行礼吗？谭太监，谢谢你啊！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给我的惊喜，谢谢你善待我的家人，谢谢你让我的弟弟和他的部下有条活路。你倒是戏得轻巧，怎么？你就准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这样可以吧？我不能只是嘴上说说的。休息，怎么明早不用起床当值了？好的，陛下，没问题，陛下，我这就走。叶希沃，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开心过。你是因为你的家人而开心，而不是因为我，对吗？我猜也知道，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他们苦心孤诣，忍辱负重，讨好过到这个地步。我的钉子，滚回去，别再来犯过。我说滚出去。真是男人心海底针，不管小魔神能不能生出情丝，不管他的戒心有多重，我绝不能放弃。为何会生气？叶希沃与家人团聚，感到欢喜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吗？就算欣喜的理由不是我，我又为何？